期的音乐种类很多，表现形式也不一样，但是背后蕴含的性格其实是一样的，都是非常的豪放和高亢的。而且我们的张老师好像是我们的华音老腔的第十代掌门人哈，现在有没有发展下一代的传承者呢？有，我呢现在就是华音老腔的传承人了。我呢从小就是跟着爷爷长大，小的时候他去表演皮影戏，我呢都会在戏台子上看着他们玩皮影，看着看着呢我呢就睡着了，老腔呢几乎就成了我的催眠曲，所以说呢老腔也成了为了我血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现在呢我的爷爷也有很多的徒弟了，还有一些外国友人，他们就是慕名而来到我家呢找我爷爷学习华音老腔。看着爷爷这么努力地将这份艺术传承下来，那么我呢更有一种家族使命感，还有传承下去的责任感。爷爷呢收了很多徒弟是吧，不仅是自己家里人，还有外边的人，包括甚至还有外国友人。但是要知道，其实我们的华音老腔自古以来是有一个传统的，就是传内不传外，传男不传女。但是爷爷打破了这个传统，就是为了希望我们的华音老腔能够继续的传承与发展，甚至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。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爷爷的这种做法，非常值得敬佩。